鹊桥广场。哦，什么？很痒。很痒，那你忍住不抓就对了。怎么抓？你看我隔着衣服吗？抓。你可以找一树干去撑它一下。靠，树干。那我撑你，你不能动啊、不可以有反应啊。行不？你要找一棵树撑一下，我帮你挑个大一点的，这棵。撑你就好了、你把菜吃了。你是出来杀生的，是不是？我上面还有一间。好。那边趴下应该就没了。对啊，快去那边趴。建设工的应该吼修一点仔毛病。对哇、啊，以后可能会修啊，我有。刚开始。不要挖鼻孔。你要自己走吼、哦。要干嘛？走啊！啊，爸爸牵走。车子好。走不动了。我走不动。秋秋脸呢？你走不动。哎，抱不动了，怎么办？爸爸是上去推车了吗？推下来都冷了。啊。推下来都冷掉了。不会啊，你那还是他自己会爬，自己就爬上去了。没事的。他不会拍死哦。那我先不会拍死。这是谁？阿妈。耶。阿妈。好漂亮的樱花哦，开好多哦！有没有看看？没有，真的开很多吗？耶！有吗？有开很多吗？这边没有，这边都是白的。一件卡巴你看，哎，无同品种诶。伊内底有种十三种诶。下来走啦，下来走，我牵你。要不要下来走？哎呀，干什么？不是，哎呦，好下来。哎呦，走，不够。阿妈牵另外一只手，要不要？热了，其实还好哎。为什么你会觉得热？